了开头，却没有猜到是这结局。明星准备的表白，又说被蓉姐姐给截胡了。你永远感动不了一个不爱你，就像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一个道理。其实那个刘金簪是我托老大之手，送给你。好啊，你小钳子，本公主把你当公公，却想做驸马。灵儿，其实我。没有打扰到你们吧，姐姐？你跟秦大哥的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。灵儿既然能够动心，就也能收心。有家室的男人，我绝对不会碰。陆端木白要是再欺负你们，就告诉我，我来收拾他们。陪我。